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。没错，再次站到笑里相迎这个舞台呀，心里面特别的激动。哎，没错，尤其到了复赛的阶段，心里面特别的高兴。光咱俩高兴没用啊，怎么呢？得现场的好朋友们高兴才行。哦，对，也是，要他们不高兴的话，就不给咱投票了呢。这人就没有格局。这怎么了？咱俩说相声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了就是让大伙开心高兴。哦，这倒是。我觉得朋友们高兴了，开心了啊，就是不给我们哥俩投票，怎么？我也愿意。哟。哦，那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也愿意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哎。年轻人啊，得改变一下思想观念。没错的，你不能有那种参加比赛的功利心。哎，对，输赢不重要，快乐最重要。哎，开心最重要。问问你啊，什么时候你最快乐？我呀，对，吃饭的时候最快乐。这就是个吃货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叫吃货呀？咱俩不一样。你呢？我觉得小的时候最快乐。哦，小时候啊。小时候无忧无虑啊。哦，这倒是。小伙伴在一块儿。疯跑啊，对，打打闹闹，哎，多有意思！捉迷藏，丢沙包，哎，丢手绢，跳皮筋儿，还有拍洋片，一起捡砖头砍你们家玻璃。哎，我们家玻璃是你砍的是吗？啊，这今天算是破案了。小时候没得玩啊。哦，还有什么知道吗？还有什么呀？小的时候听见外面有吆喝的。哦哦，小伙伴全都跑出去围观，哎，都去瞧去。哎，一听见吆喝，豆腐脑。都拿着盆出去买豆腐脑去。对了，听见一吆喝啊，嘟儿啊，哦，都去买冰糖葫芦了。哎，听见一吆喝，磨剪子嘞，抢菜刀，都拿着刀去追那个人。啊，这人得多可恨呢！什么叫多可恨呢？听见一吆喝啊，长鹏去，长鹏去，哎，都出去看大妈怎么揍他去。哎，我妈揍我那不叫吆喝，当然现在看不到了。大伙儿都住这高档小区。哎，这倒是，门口都有保安，比较安全。这大哥骑个自行车过来啊，磨剪子嘞，保安出来滚哟。哦，快点跑。哎，不让进去，现在就没有了。但是还是有吆喝。哦，还有吆喝吗？现在吆喝呀就比较懒了。哦，怎么还懒了呢？拿着一大喇叭，哦，提前录好了音儿，是往那一放。快来买，快来看，全场两元，全场两元，两元买不了吃亏，两元买不了上当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吆喝了，你这个不就是两元超市那个吆喝吗？哎，对了，都这样，他们。我觉得这个大喇叭呀，它就特别神奇。哦，这喇叭怎么了？你甭管卖什么，只要拿这个喇叭，它都能给卖出去。哦，拿个喇叭就卖出去了。当然了，今天咱们也没有喇叭，所以呢就不给大伙表演了。哎，你不说喇叭吗？我这儿有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带着呢？对，这不配合你来的吗？你带他干嘛呀？疯狂道具，不带他没办法。啊，喂，喂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哎，被包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包围，等会儿，谁被包围了呀？啊？不是让你卖东西呢，这别着急呀、拿喇叭卖东西吗？不是，妈妈，我要吃烤山药，吃大块的，两块够吗？够，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。妈，哎，就你这样的话我也行，我也。菠菜，菠菜贱卖，贱卖菠菜，菠菜，菠菜贱卖，谁买小米啊？哎，谁？买小米啊！你拿过来。窝把头一块钱四个，嘿嘿。窝把头一块钱四个，嘿嘿。哎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谁饿了呀？这不是你这叫吆喝呀？你这样的吆喝没有艺术性，没有美感。怎么了？你要说过去的吆喝啊，咱们天津卫卖药糖的吆喝就特别的好听。怎么吆喝呀？
买舀汤哎，谁还买我的舀汤哎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买的买呀，少的少，买舀汤的有来了，吃了么的味儿呀，喝了么的味儿呀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酸水呀，当了宝根儿，吃了我的舀汤都管事儿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，怎么样？你现在还能听见这卖药堂的老头吆喝吗？啊，现在卖药堂那老头他孙子啊都不干这个了。哎，这孙子干嘛去了？卖奶茶去了。嗯，卖奶茶？人家吆喝出来比你这好玩多了。不是，他怎么吆喝呀？买奶茶嘞！哦，谁还买我的奶茶哎？草莓还有香蕉，荔枝木瓜，嘿，快来买呀，快来瞧！我是卖奶茶的小包包，加了珍珠滴儿啊，加了野果滴儿啊，西米露啊，少咸草，鲜榨的果汁儿和奶昔儿啊，吃了我的奶茶特带劲儿，小北不卖，特大北的十块，嘿嘿，哦。特大杯子才十块钱，经济实惠呀、啊！这倒也是，是不是？哎，要说吆喝的话，我们还有上过春晚的吆喝。上春晚吆喝什么了？哎，你不知道？嗯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快板啊！知道英文名字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快板。有病这人！上春晚的吆喝啊啊！竹板这么一打呀。哎，别的咱不夸，夸一夸天津美食狗不理包子，狗不理包子，它到底好在哪儿？是皮儿薄馅儿大，是八个褶子，就是没有花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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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唱了啊！词儿都唱错了啊！我你别唱了，不是还上朵花吗？那不是你这不是郭冬临和冯巩老师的春晚的相声吗？对呀，上春晚的吆喝。你见过狗不理有吆喝吗？我狗不理吆喝吗？狗不理不吆喝吗？狗都不理谁吆喝呀？啊，这倒也是啊。哎呦，在座商没有讲究吆喝的。哦，是啊。你要说吆喝，得说是路边摆摊的，走街串巷卖东西，那得讲究吆喝。哦，摆地摊的，吆喝起来是这样的。哎，不是，干嘛呀？哎，竹板这么一打呀，是憋的咱不跨，跨一跨，手机铁膜全世界最佳。哦，咱为嘛要铁膜呀？是保护手机呀。甭管您是嘛手机，这屏幕怪贵的，对，啪嚓啪嚓甩一下，好几千没了。嗯，咱都是钢化膜呀、哦，咱都是进口的。好，不论国产和进口，都是 made in China。哎，15块钱铁一次，您还在等吗？哎，15块钱铁一次，您还在等吗？嘿，您贴这个、哎，嘿，你瞧瞧啊，手机贴膜，你这都得现来，哎，这都得现来。您这个、啊，这个来说呀，不是咱们吆喝的巅峰、啊、哦，这还不是最高境界呢。哎，你要知道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呢？现在路边摊吆喝的，嗯，讲究艺术性、音乐性、啊、舞蹈性、节奏性，要有意思、有内容，丰富起来的那得说是卖菜刀的。哎，卖菜刀的。对了，卖菜刀的这里边包括舞蹈性，嗯，艺术性，对，还有音乐性。你要不信这么着啊，现场给朋友们来一回。哦，咱俩一人一句，行，卖菜刀，可以，大伙看看是不是这意思啊。好啊，一人来把扇子啊。那不是拿扇子干嘛呀？这就菜刀了。哦，这就改菜刀了。这就菜刀了。哦，咱俩不能干唱啊。那怎么还干唱呢？来点音乐。哦，来音乐。哦，这就是音乐性。音响老师，嗯，给我一个 music。 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感谢路过我这里，大哥大哥欢迎你，风里雨里等着你。我来了我来了，我拿着菜刀走来了。他来了他来了，他玩着手机进来了。左边削右边削，气死你家老菜刀。削得好削得高，他是你家的嫩豆包。吃土豆先削皮儿，冬削苹果下削梨儿。削完皮儿再切片儿，片片切的还紧齐儿。谁干活谁受罪，谁下厨房谁挨累。现在不是旧社会，谁还受这菜刀累？随便挑随便选，拿起哪把都能砍。洪湖水浪打浪，剁这儿剁那儿都一样。墩儿墩儿墩儿打打打，看我的搜小刀法。你干哈你干哈，你不买菜刀你瞅啥？这刀不是一般的刀啊，这切菜不用薅啊。你咔嚓咔嚓切利好，你做饭不累腰啊。